Thank you.
Sí, yo también. Thank you.
工作界面。我们探讨安装的话，要对准相对应的一个孔位，直线安插。手柄这里的话是我们一个操作键，然后屏幕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是 4.5 探头，安装哪个探头识别到哪个探头。然后这个探头的话有6万22种发数，这个会计算就是我们操作中计算的一个发数，这个是剩余的发数，这个是暂停键，这个是启动键，然后这 EJ 的话是调节能量的，能量我们可以从低开始，然后直到客户能承受的范围，然后这个是调节频率的，频率的快慢的话就要根据我们走的一个手法，如果我们手法移动的快的话，我们打点就要快，这个是有声音的，如果调一的话它打点就是1秒1个点，如果我们不操作一定要是切记要不要按这个手柄，按的时候它就是有能量输出的。选择我们的4D工作手柄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工作界面，首先我们这个安装探头的话对准这里直线安插，安插的时候我们要这里旋转锁紧探头，然后我看到我们工作界面的一个介绍，这里的话是我们能量的一个总宽度是可以调节的，然后这个的话是能量的一个长度25毫米，正常我们不需要调节，然后这个的话是每个点一点的间距，数值越小它就越窄，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每条线线的一个距离，数值越大它就越宽，然后下面这个是调节能量的，然后我这边显示的话，现在这里的话是识别到探头，我们安装的是 3.0 的探头，然后这个是我们剩余的发数，这个是总发数，现在调节的参数的话，我们这里调节的话参数就会显示有7盘，然后的话点数的话就有105个点，这里的话是我们会计算当前就是操作的一个点数，这个是清零键不用管它，然后这下面的话就是N1N2N3 就有5个一个保存的一个储存数据，这个的话我们出厂都有默认好的，如果有些不懂的调节的话，我们就按进去然后调节把能量调小，能量的话我们从 0.3 开始，如果是 4.5 碳的话我们可以从 0.4 这样慢慢往上加，这边是我们打点的一个快模式，这个是打点慢模式，这个就是启动，启动的话我们就可以准备操作，操作的时候的话就是按我们手柄这个能量发射键跟暂停键是这个键，操作的时候的话这里也会有红点，就是表示你打的它走到哪里，然后如果是按暂停的话就暂停在中间，这个键也是可以按操作的，跟这个键是同步的。那我们接下来是操作 4.5 的一个范围在双下巴整个下颚骨下方这里跟脸颊这一块，然后我们的话操作的话要避开的一个禁区的话是发际线还有太阳穴苹果肌上方的一个这里，还有就是它喉结这个位置，上唇下巴鼻子以下印堂这里的话以下这个位置都是要避开的，一般做嘴角这里的话我们就是1尺外在操作这里，然后后面的一个淋巴后面的一个大动脉的话要避开，我们做之前的话先涂抹凝胶，
必须要涂凝胶之后的话，尽量涂厚一点都可以。如果凝胶没有的话，再补。我们先做4.5探头，这个是我们一个操作键，按启动的话，屏幕这个是操作键，这个也可以按操作这个键。我们先做下巴的位置，能量的话是在它的一个宽距，然后这个在这一个范围中间这一个范围。下巴可以稍微抬一下，然后，按操作，有一些客户就说操作中有些不舒服，我们就可以按一下暂停，这个可以按暂停的。记得他这个下颌骨这个骨头的时候避开。我们操作的时候也是以此类推，这样做下去。就如果他做完的话，我们再移下一个位置。我们就是以此类推，这样做。然后做到面部的话，我们可以从它稍微抬一下，对，从它这里。咬肌这里，如果咬肌大的话，可以稍微把这里的松弛的皮肤提上去。一定烫头要保证贴平着皮肤，不要有隔空的。然后提上去，再操作，要稍微用点力。然后我们这只手可以提拉的方式操作，它其实能量在这个范围的。我们做的话再稍微移，它打完的话我们再移一点，移一点的话一个。宽度就大概这个移这么宽，它这里，然后我们再操作第二，有感觉吗？没感觉的话，它能量就是说可以增加视高的能量，调大它能接受的范围。我们操作的话就是以此类推。这样操作完的话，它走完了再下一个，这样移，然后再走第二条线，操作完了再移，操作完了再移，就以此类推，往上走，往上提拉，这样子。4.5操作完的，我们接着用3.0，同样是4.5做的一个位置，也是这样子，做完了再移，做完再移，然后到我们脸颊这个部分。再移，以此类推，这样往上走，打完再我们移下一步这样子，3.0就是这样。我们3.0在操作完的话，再接着是用我们1.5的话，它做的最多就是我们额头、脸颊的部分的话，跟下巴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依着3.0跟4.5的一个位置做，然后再。做脸颊，以此类推。1.5的话是可以做额头的，3.0跟4.5探头是不可以做额头的，它每个深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做之前要涂抹凝胶，涂均匀之后，我们就是也是以此类推，以此类推这样操作。4D 做完了之后的话。有一些死角部位没有操作到位的话，我们可以配合精雕去操作。精雕操作的话，我们怎么样一个操作手法？打圈，以打圈的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探头不能停留在一个部位2秒以上，可以这样提拉的方式，也可以以打圈的方式。我们大概走这个位置，也可以提拉到这里。操作它法令的位置，然后也可以往上提。这个是我们一个操作键，一直按着它就有一直能量。我们不操作的时候要放开，记得不要在一个部位停留2秒以上。也可以以打圈的方式。然后我们4.5做完了，在死角部位再做3.0的一个探头。我们一直按着操作的话，要按着这个按键，可以稍微用点力往那个皮肤往上提拉的一个感觉。
3.0跟4.0都做完的时候，我们再更换1.5去做。1.5的话，我们能量可以稍微调低一点再去操作，如果客户没感觉，再往上加。如果它频率调的越高的话，我们移的就会快一点。我现在调到8的一个频率。那我们面部的话操作就是这样子，优丽素的一个工作界面，点击进去，然后我们手柄这里会表示探头安装成功，然后看我们屏幕这里，屏幕这里的话是我们一个工作模式，表示我们能量的一个输出样式图，这里的话是蓝色区的是满格的一个操作，正常情况我们一般是运用到这个，除了是这个的话，中间就是我们肚脐的一个专用，因为中间白色地方是没有能量的，相当于这里的话空白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肚脐眼，要避开这个位置。这边显示的话就是我们能量的一个点数，满格的话是有576个点。这边是能量，能量点击这里的话可以调节，调节我们能量的大小。我们可以从最低3开始再慢慢调节，如果客户的话没有感觉的情况下，再我们再慢慢调节往上调节，直到客户能承受的范围。这个显示的话，我们现在安装的是话 1.3 的一个深度，我们安装哪个探头会显示。这边是我们探头剩余的发数，这个是探头的一个总发数，还是打点的一个快模式，打点慢模式。我们这里启动的话跟手柄这个键是同步的，按这个键也可以，按这个键也是可以跟这个同步的。然后这个是停止键，我们手柄上的话这边是这个按键的话就是能量的一个发射键跟暂停键，停止键在这里。然后我们现在是操作，像我们操作的话就是安装，首先做肚子的话我们是用 1.3 的探头，可以做腹部，可以做腿部、大腿，还有做臀部。先安装我们的探头，对准它一个凹槽，先对准中间电机这个位置开的，再一定是按紧贴合这里，不要有缝隙，要等待电机部位的话呢，是这里按这里的话也可以按这里，这里启动。我们操作时候的话先涂抹凝胶在腹部，先把凝胶先涂均匀，然后我们的话肚脐这一个的话我们是要选择这里，然后这个的话我们黑色这个膜这个地方一定要完全贴着皮肤，一定贴平的皮肤，不要有隔空的。然后我们再按这里启动，启动的话我们再可以这个操作键，一定我们操作过程中的话不可以移动探头的，不可以移动手柄，一定我们操作的时候的话，这个就是蓝色灯的话表示我们工作的状态，然后屏幕的话我们这也会有显示，数值的话一直是倒计时的，操作完的话灯也会为绿灯。暂停的话，因为我们做其他部位的话不需要按这个模式，
因为选择这个的话，我们必须要按暂停才可以选择这个工作模式。然后正常情况的话，我们都是用这个满格的。如果他腹部他这里的话有骨头的话，一定要避开。如果就是说他有腹部剖腹产、有刀痕、刀疤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部位。然后我们接着是操作这里，我们有一些脂肪堆积不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用手然后按一下，然后再操作。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的话，它这个操作，假设操作完了，然后以此类推，探头的话要压1/3回来，因为它探头它不是整个探头都有能量，它只是在这个范围。然后我们压以此类推，这样子，以此类推走完，然后再走第二个线。腰部的话可以把它脂肪堆砌起来再操作，然后操作的话以此类推，以此。如果他操作过程中有个别客户的话，散热功能比较差的时候的话，我们先按暂停，按暂停之后的话，离开皮肤，要保证凝胶涂抹均匀的情况下，然后停留十几秒，然后我们再同样的能量再操作，它就没有之前那个热感了。操作过程中，我们要完全贴平的皮肤，操作完了，我们再移下个部位，以此类推下去，要保证凝胶充分均匀。好，操作，一样操作，就按操作，操作完毕再以此类推，骨头位置这边都要避开，我们再操作，以此类推。之类推，先更换0.8的操作，0.8也是可以做腹部的，要看腹部的一个脂肪厚度。如果是超过2.3公分以上的话，可以两个探头操作，因为不同的深度嘛。我们现在点击这个肚脐眼，按几个能量的话，我们就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能力来了。先操作肚子。那我们操作，假设操作完的话，我们就要选择满格的一个，按暂停止之后再选择工作模式满格，因为这里的话全部都是可以操作，除非是它这边旁边骨头比较明显，那么就要选择边侧的一个区域的。那我们先操作。要把脂肪堆积起来再操作，有一些脂肪。然后我们只要操作完的话，也是以此类推，以此类推。要操作完了，操作完了再以此类推，以此类推这样子，这边也是可以掰过来的，然后再以此类推，操作到这里。腰部的话，它如果脂肪堆积不起来，然后就这样养，然后再堆积到这边，就以此类推。腹部的话，我们就要这样操作。间隔的话，我们记得是探头的，然后操作完的压1/3，因为它不是整个探头都有能量。好，以此类推，以此类推，就这样操作。我们接下来操作我们一个蝴蝶袖的位置。我们操作蝴蝶袖的话，就用0.8来探头，然后能量从3开始，然后用满格的一个模式，按启动的话我们可以这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操作前要涂抹凝胶，凝胶要涂抹均匀，然后这里的话就可以打两发，操作蝴蝶袖位置，如果它这里堆积不起来的话，那我们就这样子，一定是要保证这个贴紧这里。我们再按操作，它这个操作完的话，我们再移下个部位，然后再移下个，以此类推，打两发就可以了。因为它有一些脂肪堆积不起来的话，我们就要把脂肪捏起来。
一定要保证这个探头要贴紧一点。然后操作的话，我们蝴蝶袖手臂就是这样操作。接下来我们介绍那个私密功能。私密功能的话是这个界面跟这个界面，然后首先这个是私密检测管，然后我们做前跟做后需要做检测，检验这个界面。啊，这里的参数如果是有数值的话，要松，要去归零了。然后现在是归零数，我们然后打开这个，拧开之后再拧紧，好，保证里面是没有气的。然后的话，这个是擦拭清洁消毒后再套上避孕套。放避孕套啊，再放进女性的阴道，放进女性阴道让它夹紧，像憋尿一样夹紧啊，然后它的一个数值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可以按这个键保存，然后这个是我们做前的一个数值，然后如果是操作私密后的话，我们在这个啊，如果是有数值，然后松掉，松掉归零，第二次检测就是我们私密操作后的一个检测，然后归零之后。然后这个避孕套做前的话要扔掉，然后再套一个新的避孕套，然后再放进女性的阴道，然后要扣个夹紧，然后像憋尿一样。然后第二次是使用到我们这个气囊，气囊的话稍微拧一下，然后就是我们做后的一个数值。然后这个是做后做前的一个数值，然后再按这个工作界面，等于这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是工作的一个界面参数，这里的话是350度，然后是我们手柄工作的转动的一个度数，就是一圈一圈有350度的距离，就是我们打一发它转动的一个角度的话，就是有71发。这个是能量的长度，能量长度的话是有25毫米这里，然后不需要调节。然后这个是点一点的间距，是每个能量点一点的间距密度。然后这个不需要调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能量，点击这里调节能量的话，就是根据客户的感觉。首先我们可以从0.6开始，如果客户没有太大热胀胀的感觉，我们可以增加能量，根据客户的感觉去加减。然后这里的话是我们已打的发数，到时候会显示在这里。是点亮的话，就是我们一个自动模式自动打完一圈，如果是这里的话没有点亮，就是手动模式，打一发按一下，打一发按一下，所以我们用的比较多是这里啊。啊，这里的话现在是安装4.5探头的话，这里会显示。然后这的话是我们一个发数，总发数剩余的发数。然后这里的话 ，ready 是我们一个准备键，准备键的话是手柄自动检测，可以正常的话它就会灯会亮。现在就是自动一个检测的一个状态。点亮的话是表示我们一个回位成功，正式可以中做的话，我们按启动，启动的话，然后手柄这里是可以按操作的，按一下的话就是打一发，然后现在是自动模式，它是自动转自动打完一圈。然后我们这个操作的话，探头这些要戴上手套，要消毒这个探头，然后的话凝胶涂在这个范围，涂上去的话，然后套上避孕套，套上避孕套的话，凝胶要。全部均匀之后的话，我们在准备工作的时候的话，这个慢慢的推进女性的阴道，假设手是阴道，然后推进去，然后放的话，有时候阴道长度的话就在70刻度，因为打的话是有3段这样子，打完一圈，假设工作打完一圈，然后再推到50，再打第二段，然后打完一圈再推出来打第三段在这里，然后打完了第三段就这样子，然后就可以一个探头就是工作完了，再换上三个零的一样同步操作就可以了。
点进去的话是要这个工作界面，然后再点击中间这里，点进去的话我们这里就工作界面。然后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探头，探头的话它有四种，第一种的话是时针一排的话是做死角的部位或者是一条纹状的一个妊娠纹，这个是25针的话是做面部，64针的话大号是做身体，这个是纳米，纳米的话只要是导入产品。然后首先我们先示范安装一个探头，我们探头的话这里的话有卡槽，这里的话卡槽卡位这对准，然后这里的话有个凹槽，大的凹槽小的凹槽，小的凹槽对准这里，大的凹槽对准这里，然后就是对准这里的话按下去，按下去的话呢这个角对准这个，然后稍微拧一下，拧一下的话这里的话旋转拧一下就卡紧了，卡紧的话我们再安装这个检测就是一个过滤管的。然后的话我们介一下我们的一个工作界面，这里的话是它的一个操作时间，然后这个是深度，深度的话这个是选择 FF 是面部深度的话是 2.0 最高，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就是额头还有脖子这比较浅，还有眼周位置的话比较浅的位置的话我们深度的话达到 0.7 或者 0.8 开始到 1.0 左右。然后这个的话是能量的一个停留时间，我们是3到4，如果客户如果强烈的话我们调 0.3 就可以了。而这个的话是 CD 就12，我们可以一，如果吸不起来的话再用2。然后这个是能量，能量大小的话最高是150的话我们是如果是比较薄的位置从80开始到110左右。然后如果脸颊的话，脸颊的一个深度的话我们是从 1.0 开始到1.5左右，然后能量的话从100开始，根据客户的感觉再去调。然后这个是开始键，开始的话我们工作的话就按这个手柄工作，这个是暂停。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有一个手动模式跟自动模式，手动模式的话就是要按这个启动之后是按在这里才工作，然后这里的话如果是我们模式按启动工作准备工作的话我们这个是不需要按的，然后它这里有一个负压自动吸紧它就完全工作了，这里就是工作了。现在示范大家这样子一起，我们操作的话也是打一下，操作的话间隔的位置1/3回来1/3，这样盖住1/3再这样操作，因为它探头这里的话又有一些位置是没有达到的，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的话再间隔1/3回来，然后盖住1/3这样以此类推盖章操作。操作我们操作第一遍的话可以以最就是 1.5 的深度打一个深度，然后再降低到 1.2 打一个深度，打两遍然后重复再打一遍，再以此类推操作。然后介绍一下我们 B 的话， B 的话是那个身体的一个工作界面，这里的话一样的，就是它这里，因为深度的话这里就会不一样，深度的话因为身体的一个会厚一点，皮会厚一点，而这里的话我们身体的话建议从 2.0 开始调，最深深度是 3.5， 然后根据客户感觉去调深度 2.0 到 2.5 左右到 3.0， 如果比较肥的人的话就 3.0， 然后这里的话也是调 0.3，能量的话从100开始到140-130左右，然后操作也是一样的，身体的也是一样操作，手动模式是按这个按键之后才会操作，吸紧皮肤的话在这个按键它才会工作。
那走的时候的话，就走第一遍，它间隔中间没有做到的话是，就不要走太多遍，走两遍就可以了。间隔中间再走一遍。这个自动模式的话，就是不用按这个手柄的话，吸紧皮肤的话就自己工作了。然后走的话也是不要走太多遍，再间隔的话再走个两遍就可以了。